泽华，现在对我是这样的情况，你接下来怎么打算？鬼子明摆着那里锦福灯儿，等着我们去救。应聘肯定不行，只会有更多的伤亡，要另想办法。我去。 鬼子的据点，我摸进去过，我一个人动静小，我去把李排长救出来。不行，陆云妹和一抹嫂子已经不在了，我不能让你再有闪失。你说怎么办？人不救了，就一定要救。 事找你商量。那天我看李一猫媳妇她，真是巾帼不让须眉。这么多的血债，一定要跟三五无算。嗯，妹子，说找我啥事儿？李金福还被关在跑路底层吗？对啊。他现在啥情况？我现在很难靠近，不过我敢保证，他现在还活着。 现在最要紧的是救他出来。嗯，我想了个法子。啥法子？老话说，擒贼先擒王。你看看三木夫啥时候来镇上，你告诉我，我把他给抓了。可三木夫他很谨慎，他轻易不出据点，就是即便出来，也都带着人。抓他确实很难。那只能抓其他的鬼子，跟三木夫换李金福。你帮我想想，能抓谁？官越大越好。孙之江。 三木夫这几天经常说他，他心里烦。
常到镇子上喝酒，一喝就喝得烂醉，就甩他。我想念我的家乡，家乡想念美丽的北海道，北海道。一辆马车。写完了，我念你听听，你看行不行？嗯。三木五夫，我们是瓦窑堡妇女民兵队，我们在镇上抓了森之江等三个你的手下，我们要用他们和你交换八路军李排长，明天之前来交换，否则我们就把你三个手下砍了喂狗。瓦窑堡妇女自救会会长林枣花，瓦窑堡女子民兵队长柳絮。行，我今天晚上就把这信给小鬼子送过去。你注意安全。老周啊，哎，这回这帮臭娘们儿也算是办了件人事儿啊，也算替我出了口恶气。来。你说这帮臭娘们儿，干嘛不把那猪头直接干了？还冒这么大风险留活口？是啊，这里边肯定有事。能有啥事儿？啥事儿？我琢磨着呀，八成他们是在打着八路排长的主意。不至于吧？不至于。你好好想想。这帮臭娘们什么时候饶过小鬼子啊？那不是见一个杀一个吗？为什么偏偏这回非要留个活口？哦，还是大哥你聪明，一眼能看到骨头缝里头。小弟就是佩服，来，我敬你一个。以后啊，多跟我学着点。哎。好歹大哥也念过私塾，还念过什么呀？什么私塾？我读的那是高小，高小，高小，就这么说吧。喝过洋墨水，上过你洋学堂那帮学生，又能怎么样？也比不了大哥您呢。也不能这么说。我佩服。我说，小周该回去了啊。阿敏。今儿高兴啊，我跟老周多喝几杯啊。别没完没了。不是，这甭理他，甭理他。快了快了啊，一会儿就散，一会儿就散啊。哎，老周啊，你说这猪头快死了。还能想点什么呢？钱，屁！你好好想想，人都快死了，要钱干嘛使？人都快死了，要钱还有什么用啊？那他想要啥？哪儿啊？想我？想你？他最想的呀，就
当初不应该得罪我。明白。现在这小子肠子都悔青了。该。报告，队长，信。信，哪来的信呢？刚才兄弟们在外面警备的时候，突然胡同口飞来一把刀，正好落在兄弟们面前，我见刀上有横信，就赶紧给您送过来了。 走吧。信上写的啥？果然不出我所料。咋了？这帮臭娘们儿正要用这个猪头换八路排长。？绝不能让三木跟他们换人，那想法子搅黄了他。对，搅黄了他。安旦，福八路旗人泰顺，大日本皇军绝不妥协。我得知道，瓦堡的土八路正埋好地雷，等着我们上钩呢。对，太君，上次是因为有那个养狗子给咱在雷区里边做的记号，咱们才到的村口。可现在没人给咱们带路了，这是太危险了。吴仁玉现在还在村子里吗？我表妹在村里，可他们家周围白天黑夜的都有人看着。根本动不了。要实在不行，咱拿八路把支将军给换。不弄开这个口子，如果能让那些土八路得逞了，他们还会有下次、下下次。对，您说的有道理。真要是那样，弄不好您跟我都会让他们惦记上。对，不能开这个口子。我相信森之将军，他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武士。我相信他不会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损害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。对，您说的对，弄不好现在森之将军就巴不得早死一些天皇呢。死就死了，早死早拖上。我就是说说。要换可以，一换字。这是三木太君让我特意给你送来的30年陈酿，想喝就喝，啊，伙房里边有的是。不错吧？凑合吧，就这么个玩意儿。这么好的酒，也得有个好名儿啊。
中日亲善久，大东亚共荣，几个意思？没啥意思，就是怕你喝上瘾了，不知道叫啥。啊，多喝点，别客气。你得把信送到林德华的手里了，太君，我是亲自把信送到林德华手里的。他在怎么说？他看了信以后说，只能换三个太君，没有别的条件可讲。他这么说的？这原话。凭什么呀？我，是不是我的妹妹尤美子被他杀掉了？我琢磨着您妹妹她没死。为什么？我听说几个大鼻子的洋人跟三个女皇军，跟着八路一块走的。尤美子被送走了，难怪林泽华不肯换人。林导花还说，只限您后天中午十二点以前拿礼牌上交换，要不然森之江太君他们几个就给砍头了。不行，你回去告诉林泽华，后天中午十二点。我会准时把李排长带到瓦窑堡村外。到时候我见不到三木由美子，我就亲自砍下李排长的头。你得去吧。是。太君，交换人质的事儿，咱们是不是再琢磨琢磨？换是要换，但怎么换，我说了算。你知道狸猫换太子吧？儿，三十年陈娘，好久。这个酒啊，藏起来是件好事，但是你们藏的时间可不能忒长了。你就像这个酒，时间太长了，这味儿就不大对了，啊。这药酒，是跌打损伤的还是治脚气的？你跌打损伤，你不是心窝子疼吗？我专门给你拿的治心窝子疼的。刘旭，你再去村口看看有没有消息。我已经交代过杨淑萍了，一有消息她会马上跟我们报告的。时间都过去那么久了，我怕鬼子是不会来换人了。你们的长官根本都不顾你们的死活，难怪都说小鬼子是畜生，一点情义都不讲。这要是换我们队伍，早不顾一切想尽办法营救自己的同志了。我们大日本皇军视死如归，您造化，你们这一群中国猪，把他赶下来！把谁把赶下的驴？你是猪，你是驴！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敢这么猖狂？姐妹们，有仇的报仇，有冤的报冤，揍他！好。混蛋！
只能硬打了。打吧，嫂子，打吧，嫂子，他在找你有事儿。周兄弟，妹子，三木说了，后天晌午村口换人。好，但是要带上咱妹妹三木优美，一换四，不然他要亲自砍掉吕排长的头。能坐。那怎么着，惦着出任务啊？还去瓦窑堡？死了这么多人，你们不烦吗？我说李排长，你就别跟这儿斗嘴皮子了。你能落在我们三木太君手上，已经算你小子三生有幸。三生有幸，从哪儿论呢？我三木武夫敬重英雄，路人皆知。怎么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我听着这么别扭？你现在有两条路可以选择，一条是生，一条是死。说说，怎么叫生？很简单，我们俩比试一场，你要是赢了我，你就可以回到外国。哦，那死呢？那就更简单了，你想怎么死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啊，还有，我还可以让你生不如死，我信，我信，我信，还是活吧，我得好好活着才能看见你死的那天呢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觉得你少说了点，活着的话，条件是什么？我拿你交换森之江小队长和三名皇军。三，在那猪头。啊，不是他也。哎呦，我都不知道这事儿。啊，我算算啊，我一个换四个，换死。啊，不行，我有点亏啊。那就死吧。啊，别，你别着急，活着好啊。说说怎么个比法？我们来一场文明的较量。比试一下手腕的力量，三木，甭扯淡了。既然是比试，哪有什么文明？不就是掰手腕子吗？来，我来。都听着，大日本皇军三木武夫中队长和八路军排长李金福，代表日中双方。要进行一次文明的较量啊，也让大伙儿都知道知道，到底谁是草包，谁是英雄。预备，开始。
谁让你把刀拿走？不算，三局两胜，再来。别，兄弟，多麻烦啊！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玩玩呗，是不是？别弄什么三局两胜。但是我有个建议啊，我建议你们这两把刺刀还是撤了，要不然伤着人不大合适。行，那为了公平，刺刀撤了啊。再来一把，啊，再来。预备，开始。真正的战士，靠的不是蛮力，而是智慧。说对了，咱们今天索性就大开天窗说亮话。我李金福就是死，也不会帮你们带队去挖药跑的。你不是有智慧吗？还有什么招？你接着使。这位是大日本皇军第一勇士山田胜。会把灵枣花给你带来。明天上午9点，准时到达瓦堡的外围。太君，不是晌午交换人质吗？我是不会给灵枣花有准备的时间的。传我的命令，从现在开始，这里所有的人，包括黄先军、伙夫、马夫，都不允许离开半步。违令者，就地枪决。是。枣花同志，你说的情况我都了解了。你先别着急，我马上部署救人。能不急吗？三木武夫说了，明天晌午就得换人。二林现在什么位置？正在李庄一带休整。你马上通知季立奎，让他带领二林立刻赶到瓦窑堡，明天晌午到达战斗位置，务必救出李金福。是。不行啊，来不及啊，李庄太远了，季连长不一定能赶上。三木武夫点名要三木优美换人，他见不着三木优美，一定会杀了李排长的。那你说说啊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要我说，你把三木优美交给我，让我带她去换人，我可以拖延时间，等季连长到。不行，三木优美已经是我们的同志了，她参加了反战同盟，要再回到鬼子那边去，会很危险的。我不可能拿一个同志的性命换另外一个同志的性命。啥同盟啊？一个女鬼子的命能跟李排长的命比吗？林早花同志，我再重申一遍，三木优美是我们的同志，我不可能用三木优美的命换李金福的命。你啥意思啊？李金福可是你的同志，你的战友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吧？
杨团长，我要去换李排长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愿意跟枣花回去，用我去换李排长。我的哥哥他犯下了大罪，我愿意用我去给他赎罪。三木由美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是你的要求我不能答应，太危险，我要替你的安全负责。我是他的亲妹妹，他是不可能杀我的。请你给我这次赎罪的机会，求求你。小张，你和他一起去。是。林早华同志，你必须保证三木优美的安全。放心吧，杨团长。三木优美，谢谢你。姐妹们，进入战斗位置，注意警戒。是。三木优美，真的谢谢你愿意来救李排长。枣花姐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力救出李排长。你也放心，我们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。我真没想到，三木武夫的妹妹会参加反战联盟。来到中国之后，我所看到的一切，证明了我的哥哥做了太多的错事，所以，我选择反对战争。嫂子，鬼子来了！等山田君一得手，我们就全体出击。是。林子华来了。先擒王，咱是不是先一枪干掉那个林枣花？不着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你们怎么没按约定的时间来？三木武夫呢？少废话，到底放不放人？当然换。你们先放了李排长。你先放。一起放。好。走，走。Thank you.
目标靶要保，火速前进。 大军，哎，太君，效忠大日本天皇的时刻到了，我相信你，一定会把领导花的人头给我带来。太君，跟本君，起。不行了，这还没打干净呢，撤回去，回来。 你干什么呀？这不瓦要把马上就攻下来了吗？我们不能跟你抢功啊！掌门的命令，放队上，散！哎，宋本太君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咱们这人这么长时间，怎么还拿枪比着我们呀？是啊，宋本，哎，你真是干什么呀？这刚才周部队人可把该说的都说了，这都是好意，你可不能不知好歹。嗯，都怪你进攻。哎，你怎么还拿枪比着我呀？你可给我记住了。 是什么？我说你是魔鬼。
到了吗？他们本来是一群无辜的农妇，就想在这里安安稳稳地过日子，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要拿起武器和一群武装到牙齿的人血战到底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家，在这片土地上，我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，我要替你们赎罪。三木由美，你可以不认我，但是你不可以背叛大日本天皇。幸亏我是你的哥哥，过来。We'll be right back.